我是何一真，来自中国。我从2021年6月开始跟随吴岩老师学习二胡。在这一次新加坡艺术学会举办的世界二胡大赛上，我获得了业余儿童 B 组银奖的成绩。这次比赛是我第一次参赛，也是第一个奖项。它使我看到了我的许多不足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感谢新加坡艺术学会给了我这次展示自己的机会，也让我在学习二胡的道路上更进一步。我会更加努力完善自己的不足，让自己变得更完美。我是何一真，来自中国重庆市。今天是2023年7月29日，以下节目为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二胡大赛演奏，演奏曲目为花鼓调。